茫茫来行几暝，天边的闪闪天星，虽然来你聊聊聊男神的歌声，这就是过去五六零年代风行专台单曲翻山虎的主题歌，这条叫无聊的男神。总是想不离，挥毫飘旗，感激翻山虎亲身献面，热来到半中途的所在，安笑，回开。国际罗马武林气焰南极翻山虎，两江派拥有三臂，臂头就是文极孔明星。伊若你南极翻山虎排行第二，你还有一个无价值的老人，恁三臂也来思想以同我魔教为敌。听着，我犹原是魔教天地会八卦教大队杀人的小组，将你团团围住。明白讲，南极翻山虎，你就要往到过家去，万教公开庭啊，来依同我的首领宇宙一代人王西施大决斗。所以半中途的所在，唔免我的首领出手，干那阮只的老娘还了香，烂刀啊、白皮啊、狗毛烟啊、鸡毛剑啊。六刀哭，六句哭，山啊长，佫兼无牙啊雄啊，都办法对付你南极。南极安尼真出名，我是讲啊，西了佮是三粒头啊，八只手嘞。当时啊，南极西做安尼，你大架里啊，老虎手，后壁头毛尾用电嘞，刷嘞去挂起乌色的眼镜，你还佫敢吹加分嘞？穿西装，穿尖头皮鞋，穿600块。啪！南极这四万，阮众人甲他配嘴烂，你看隐士啊，这啥讲乌道杀人团的厉害哦！恁众人帮助魔教天地会八卦教，宇宙一代人王也不容易，为了天下安定太平，南极需要复建公开庭对付。宇宙一代人王，恁这的人根本不是南极翻山虎的对手。希望讲恁众人占提拔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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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南极翻山虎有啥物惊天动地本领，做你真紧卖死你啊！善款不听，休怪南极出手。三代必交，挥雷。破山海，黑暗之中不足为奇啊！我出来呀、啊！我又不再出来呀、啊！我的出现就是武林。